作为全球领先的板材供应商，十多年前针对瓦楞纸箱印刷，杜邦开始尝试使用切板机。如今我们再次展开和康斯伯公司的全面合作。2022年10月份， X20E 在上海的实验室顺利安装，杜邦和康斯伯将为柔印用户提供自动切板机的展示、测试和培训服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工作，可以有效地促进自动化工作流程在柔印制板中的应用，带给柔板用户在制板品质、效率和安全生产上的全方位提升。康斯伯是一家有着将近60年历史的跨国公司，目前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精加工和切割设备供应商。康斯伯与杜邦的合作渊源呢，始于这个 CDI 的发明和上市。最近几年，尤其在欧亚市场，我们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目前，这台用于柔板切割的 X20 Edge 与 CTC 的投入使用和展示，也是康斯伯和杜邦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过两家的强强联合，借助世界一流的场地和资源，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为柔印制板厂和印刷厂等终端客户提供柔板制板全套解决方案的展示、测试和培训。融合两家共同的创新和专业精神，助力我们的客户采用最稳定可靠的技术，更快、更安全、更高效的生产。我们希望在 CTC 和更多的业内专家一起交流探讨，期待大家的光临指导。